羽毛球发力技巧大全，最重要的发力技巧，手指发力。所有的技术都需要使用手指发力。内旋发力。手腕蓄力必备技术，内旋发力技巧。摆臂鞭打发力。高手必学发力技术，抬肘鞭打发力。大臂肩膀胸部支撑发力，肩、胸、臂正确的发力方式支撑发力。腰部发力。腿部发力。全身协调发力，腰马合一。